请描绘一下你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工作时间呢，不要太长，每天最好不要超过6个小时。休假时间不能太短，一年3个月保底足够。工资嘛，马马虎虎，年薪50万，也就差不多够用了。男同事呢不能太帅，统统及格线以下。女同事呢不能太丑，志玲姐姐和 Angelababy 这样才算养眼。楼上的，你家马桶又漏了。你们来我们公司面试就应该知道啊，我们从来不搞那些3六9等的事情，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草包。所以只有那些真正有货有料的人才能打动我。你们谁先开始？我先开始。我获得过专业英语8级证书，普通话等级水平证书，我还获得过学校演讲比赛的最佳辩手，获得过创意大赛的金奖，建筑专业的鲁班杯银奖，还有测绘专业的金菊花杯铜奖。你有胸吗？36.1。小刘，快给这位有料的小姐填入职申请书，马上进入试用期。那我呢？你有爹吗？当然有，我爹在我们那儿可是远近闻名，谁提起我爹来都会给几分薄面。那你爹干嘛的？种瓜的。他可厉害了，他有2亩地，而且种出来的瓜个顶个的又大又甜，多少人要求着跟我爹学种瓜呢。对，你就是个吃瓜群众。我要的是有钱有势的爹。我爸是咱们市泰丰银行主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小刘，赶紧给我们这位新任的总裁助理倒一下茶，我们待会儿来谈一下合作。那我把你的裤裆拿走。年轻人，这么点挫折就轻言放弃了，大丈夫要能缩能伸。总之呢，你想不想在那些啪啪打你脸的那些人脸上再打回两下？一人呢求贤若渴，我呢可以给你这次机会。无论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只要能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我都愿意。老板，老板，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一会儿你的几个同事会告诉你具体的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他太暴力了。吃人不脱骨头。啊，我的手，我的手呢？他就是个喜怒无常的疯子，他就是个变态。预祝你旗开得胜，拔掉这颗钉子。本次行动代号锤子。
老子不怕，咋死啊？林子，你别急，我马上来救你。挣的都是昧良心的钱，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没有我，你能赚钱，你能泡妞，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垃圾桶里哭呢。回去！我要把欠你的都还给你。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是幻觉，幻觉。你可算来了，我都等你一整天了。等我干嘛？进来吧。你好，我叫崔子健，我是来……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那个锤子嘛，是吧？你赶快进来吧，你再不进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走吧。进来呗。就一个小姑娘在家，你知道我是来干嘛的？清理钉子户呗，把我赶出去，然后把我的房子拆了，让地产商在这里盖上新的房子。您有什么要求，我可以替您向上面请示。嘘，等一下。5 4 3 2 1。丁秋元是吧？啊，对啊对啊，是我，没错。哎，你订的外卖吗？啊，对对对，谢谢。你们住的这地方周围都是工地，我这车也骑不了，你瞧我腿都跑细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当做减肥了。198元、来。哦，你误会了，我不是林秋元小姐。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肯定是嫌我点的太多了。不是，我不是。200块钱是吧？200块钱，哎，2块钱不用找了，不用找了，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了，拜拜，谢谢。不是，就我的钱了。人呢？都是这样，住这地方就算了，吃饭还不让人吃饱。哎，我真不是。都吃完了。这家菜真心还不错，你要不要尝点？你这么吃饭，你家里人知道吗？我都2天没吃饭了，而且我也没钱了，这不是好不容易逮到一顿吗？你说你一个女孩啊，做什么不好非要当钉子户？你看这吃不好睡不好，届时家不成家，国不为国，所以你
昨天晚上帮那个钉子户垫的饭钱能给报销吗？哼，报个屁呀！这对付钉子户的三大法则是什么？断水、断粮、断电的。你倒好，给他送饭。你这是不是雪中送炭呢？啊？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他外卖都叫好了，如果我不给他付，他就惨了。你都混成这样了，还怜香惜玉呢？那老板，我应该怎么做？我跟你讲啊，这对付女人呢，要讲究方法的，尤其是这种又倔又不听话的女人，得给她点颜色瞧瞧。哟，又琢磨着阴谋诡计对付小姑娘。哎呦喂，这不是我尊贵的娇艳女王大人吗？滚回公司来，我教你。哎呦，什么风把你老人家给吹来了呀？哎呀，早知一声，我让这四个人十里之外迎接你去。少贫嘴，你已经欠我两个月房租了，你要再叫不上，就赶紧给我腾地方去，别耽误老娘赚钱。老板，交，肯定交，我这不是赚钱给您交房租吗？挣的都是昧良心的钱，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是啊，男人呀，没一个好东西。是。哎，不过娇艳呀，这坏才是男人的魅力所在。魅力个屁呀！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交房租，再交不上，赶紧给我滚蛋！我倒要看看你的魅力能不能替你交房租。一定一定，您走好啊。你走好，没有今天。我工资还没领，就先垫了两百。这女的也太狠了吧！锤子，看来这钉子有点棘手呀。我们就换一套，用智取。这智慧呢，通常都是我的专长。今儿我就给你上课。既然对方你是女孩子，咱们就用女孩子的弱点。今天呢，我将传授我毕生绝学——无敌跑妞三式，助你一臂之力，一举拿下。这第一式呢，就是投其所好。想当初呀，你老板我纵横花丛中，风靡万千少女。中。老娘就不愿意玩这麻将，齁累的，影响我娇嫩的皮肤。哎嗯、我说，娇艳呐，您该不会是胡？这张牌吧。哇，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你今天又欠老娘一个月房租，你要是不还，别怪老娘不客气。对付女人，你要找到她需要的那种东西，她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有机会要给，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给。把他哄开心了，他就什么都听你的。滚，洗洗睡去。投其所好。
哥哥，你带了那么多好吃的给我吃，你人真是太好了。慢点吃，没人和你抢。秋阳啊，你说你一女孩子家住在这种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如果呢你听哥哥一句劝，从这里搬出去，以后的日子打他的好啊。嗯，不怕，这不还有锤子哥哥你吗？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扔下我不管的，对不对？这么快又吃完了，你是饿死鬼偷生吗？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吃饱呢。哎，锤子哥哥，你有没有钱啊？哎呀，锤子哥哥，你刚刚还说心疼人家的呢，索性你就好人做到底呗，借我点钱花花。别过来啊，实在过来我不客气了啊。说怎么个不客气法？这一刻锤子浑身上下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他挣脱钉子的强冬，双脚稳健地踩在地面上，摆开架势转身就跑。钉子大惊失色，哼，我去，什么情况？这到底什么人啊？既然第一试已经失败了，那么我就传授你第二试。弓起软肋，在我这磨叽一整天了，又没什么事儿，怎么说你都不走，你到底想干嘛？没事，我就是想多陪你一会儿，担心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害怕。你要干嘛？秋阳啊，我这两天听到一件事儿，关于这个房子的，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告诉你。什么事儿？昨天我遇到一个以前住在这里的大伯，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在建国以前啊，
是一个乱葬岗，死过好多好多人，其中一个女人啊死得特别惨，所以每年在她死的当天都能听到，而且她死的日子好像就在今天，声音就像这样。好好养伤啊，这次行动失败呢不怪你，是我们之前没有商量好才会出现纰漏，不过下次呢我们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现在呢我要教你们终极第三式，博取同情。昨天那地方你去了吧？哎呀，哎呀，他没去啊。少喝点儿，吃点东西。你能不能少说废话？你要么陪我一起喝，要么赶紧滚。我今天开车，真不能喝。你滚滚滚滚滚滚滚！你开着车赶紧滚！你们家是没一个好东西。哎，好了好了，别喝了，我送你回家吧。我要谁送？我也不要你送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臭男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是啊，你们送女人回家看上去是在关心女人，其实都是混蛋，都没安好心。不过我说的是男人，你这样的又怂又没正事儿，就会耍阴谋诡计欺负女人的，根本就不算男人。怎么，你被我说中了，不装绅士送我回家了？See you now. 女人嘛，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心太软。同样的，她们的防备心也很强，想要打开她们的心房，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婷子，嗯，我。酒都买了，要不咱俩喝点儿？你不会是想把我灌醉了以后扔出去吧？不会不会，我哪忍得动你啊！你，行，不喝就不喝吧，我自己喝。
来，起来，起来。我妈死得早，我一面都没见到。我爸靠种瓜把我拉扯大。我不只记得小时候吃的瓜有多甜，我还记得我爸的那田里有多苦。这是仅剩下的我和妈妈唯一生活过的地方，可是现在他们却要拆了它。我就是个农村来的孩子，我只是想留住这个房子。我挤破脑袋考到城里，我知道我自己只是螳臂挡车。我拼了命的努力，就是想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我不知道我做的努力有没有意义，我只是想靠我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得幸福。所以不管有多苦多难，我都会坚持下去。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未来城横截檀江国际项目的落成，将容纳几千家公司入户，提供几万个工作岗位，也将为本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一份贡献。你们让开，让开，让我进去！姓沈的，你凭什么拆了我的房子去赚黑心钱？你胡闹什么？我从小就在那边长大，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的回忆。总之，这个房子我不卖，还轮不到你说话，出去。刚刚这个人在你们面前夸耀他的丰功伟绩是吧？你们再去问问他，他当年是怎么无情无义抛弃自己亲女的。滚！把他拖出去。沈春香，我不会让你如愿的。方春晴，放开！锤子，锤子。醒醒啊，醒醒！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是我妈妈，三年前过世了。在她去世以前，我答应过她，每年都要画一幅自己的画像给她看，让她知道我过得很好。但是我已经三年没有回来过。三年前，我到美国去读书，人生地不熟，
刚下飞机就把行李给弄丢，我当时多么希望你可以在我身边。第二年我勤工俭学，吃不饱穿不暖，我当时特别想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我好想你妈妈，我想回家，我不想一个人在美国。但是你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妈，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锤子，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什么？我妈妈生前最喜欢听我读圣经里的一段话，我怕我声音太小了，她听不见。你可以陪我一起读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狂风吹大地也改变不了爱这事情，爱上你是一件大事情，改变不了如地心引力。恍然大悟，爱不是件小事情，你在不在乎幻化丛中的领悟，熟悉的街遇见熟悉的人，有没有想过分手是错误，说不在乎，感情都谈不清楚，怎么处理？说这是一片苦。如果说爱过是件大事情，那为何却在说不在乎？爱上你是大事情，任狂风吹大地也改变不了爱这事情，爱上你是一件大事情，改变不了如地心引力。哦，爱上你是一件大事情，任狂风吹大地也改变不了爱这事情，爱上你是一件大事情，改变不了如地心引力。小子最近春风得意呀，工作都不及时汇报了。哦，我李老板，他真挺可怜的，咱们不逼他搬出去了吗？
非要逼他搬走呀？我只是想让你约他出来吃顿饭，算是不打不相识了。真的？真的。那好，我去跟他说。聊什么呢？嗯？啊，一会儿带你去见几个朋友。来，兄弟们，来介绍一下啊，丁秋元小姐，来，大伙儿敬一杯，干杯，干杯，干杯，哎，这么凶。哎，你就是那个装鬼吓我的人吧？你干嘛把那个鬼脸夸屁股上？还疼不疼？不疼了，不疼了，我疼不疼？不行了，干杯。走，我看谁留下的啊？是你，你说这是不是你？不是我，我不知道。你走开！来啊，来，老子不怕，找死啊！快滚蛋！来啊，来，老子不怕你。能不能走了啊？剪刀，知道剪刀不？是你通知他们拆房的？是啊。这件事儿啊，你办得不错。你们不是自己人吗？谁跟他是自己人？你有本事别躲在女人后面！池子，你给我出来单挑啊！池子，你没事吧？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这是工作。我是为了赚钱，别装得跟个无辜受害者似的，啊！对，那些招数是我教你的，但是你自己不会独立思考吗？没有我，你能赚钱？你能泡妞？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垃圾桶里哭呢？你个 loser！刘哥，老板，要不要我们去教训他？教训他！滚！
周鲁，我讨厌你现在这副唯利是图的样子。钉子，钉子，是崔子健吧？你走吧，我不想见到你。我真不是。别说了，不想听。我真傻，竟然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来是我那心烦心，伴我走不断的旅行，好清醒把所有心事把心的你放在一起，以为永不分离，你有傻有呆，爱是不费力气，悄悄闯进我的心里。你离去，星河没有止境，我迷失在那灿烂星光里。情歌坍塌的江堤，犹如我们破碎的爱的梦境。风扬起，只是回望故去，是谁还铭记温存过去？咫尺天涯，我不愿离去。记忆深处的星星，夜的黑，我紧闭了窗扉，累了睡，笑着哭着心碎，逃不走的温柔，带我去寂寞的尽头。锤子，这事儿都怪我。之前也不全怪你，毕竟事情是我自己做的。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啊？祸是我自己闯的，我会负责到底的。以前我总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除了赚钱，其他都是扯淡。什么责任呀、善良呀，都是骗你这帮小孩的。骗我这样的小孩？对，就是骗你这帮小孩。以前呀，我也想靠我自己的本事去做点事情。可真的当我一本正经去努力的时候，别人都把我当成傻叉。我爸是咱们市泰丰银行主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30留1。我们从来不搞那些3六9等的事情。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像你，像我，这样的人我见太多了。大春、天华、秋明，
诚实。哪一个刚出校门的时候比你差？你再看看现在呢，哪一个没向现实妥协？现在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想要的现实吗？好像是吧。那你跑这来喝酒干嘛？你应该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数钱。小燕说的对，有的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恶心。又怂又没正事儿。你是医学建筑的，这次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也给自己一次机会，看看到最后我们会不会真的被现实妥协。你是说你比我更清楚？行，我试试。刘老师，您在忙吗？啊，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我们有个零二级的师哥参与设计了沈氏地产的恒洁檀香国际项目。您能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吗？对，哎，对对，侯慧欣，我有个专业上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他。麻烦你了。一切正常。我看好了。收到收到。老大老大，有陌生人接近。你们干嘛？我住这儿。滚蛋，这早就没人住了，一会儿就拆了。里面真的还有人。你让我进去。斌子，站住！你们谁呀？想干什么？锤子！斌子，我求求你帮帮我，不要让他们动我的房子！斌子，你别急，我马上来救你。想你凭什么拆了我的房子？那是我的房子，是我对妈妈唯一的念想了。放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亲爹。你不是我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当年你抛弃我和妈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关系了。没有我这亲爹，你能出国念书吗？没有我这亲爹，你只能饿死在这破房子里。饿死了正好，反正您也一直觉得我是个麻烦，您为什么要带我回来呢？不如把我丢在房子里一起拆掉，一了百了。回去！这么多年了，妈妈去世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是我爸爸，我一个人在国外受苦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你是我爸爸，现在我等着你挣钱了，你说你是我爸爸，换作是你，你要这样的爸爸吗？等会儿去哪里挣钱？我要把欠你的都还给你，用你的钱我都觉得恶心。你是崔子健，周鲁公司的吗？我请你来，不是为了让你跟我作对的吧？这事儿是我自己做的，和周辉他们无关。这事你做的？谁花的都无所谓了，反正房子都没了。没用。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个小喽啰，还要泡我女儿，多用点心思啊。石总，是我冒昧，您懂什么叫爱吗？有何指教啊？就在前几天，是钉子母亲的忌日，我不知道你去看过他没有。当时我和钉子两个人一起在他母亲坟前的时候，听他说了很多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那么苦。当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想再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孤零零地飘在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上。您不是问我有什么指教吗？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哎呀，这句话我最喜欢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会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一直深爱你们母女俩。他当年是怎么无情无义抛弃自己亲女的？滚！把他拖出去。不如把我丢在房子里一起拆掉，一了百了。回去！这
喂，哪位？我是侯慧欣，是你师兄。我看到了你的设计作品，有兴趣来我们设计院工作吗？什么作品啊？就是那个关于未来城的设计，这也是沈氏地产沈春祥董事长本人的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有，当然有。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我答应过他，每年都要画一幅自己的画像给他看。搞什么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不是盖得起字楼和酒店吗？我没想过真能说服你父亲保留普通住宅，可是最后他却同意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这都是真的，钉子，你回来了，这以后就是你的新家。陈夏，谢谢你。哎呦，两位都来了，稀客呀。哎，周哥，你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还不是为了你们。
这活咱不接了。啊？你吃错药了吗？这可是好几万的单子。兄弟们，这些年我们公司确实走了很多的弯路，不过我已经有一个新的经营策略了，不出三年。得得得，老板你滚边去，你就是山路十八弯也别想挡着我们发财。就凭你们这四块料是吧？放马过来呀！都是老司机了，咋呼着可不顶钱花。放屁！那对得起老子锯开二度吗？呢？赵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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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鲁。说真的，那一刻我男人吗？哥，这一刻锤子再次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势，他深情地望着钉子，钉子心领神会，锤子羞涩转身，钉子紧闭双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到底什么人啊？悄悄地下山山。